小年分两个，东北小年还有南方小年他们说为什么要吃饺子，我说不都吃饺子吗，他们说不吃饺子。感谢凤林哥，谢谢大明哥。今天卡黄是三组一三一四啊，今天卡黄是三组一三一四，谢谢大明哥。现在动听歌，现在动听歌，谢谢谢谢，谢谢高阳哥，谢谢动听歌。帅叔顺差了，本姑娘今年才18。世界充满了期待，他们爱你，把你一起晒。
小不动哥，谢谢谢谢谢谢二炮哥、冰冰哥、敦敬哥、飘了哥、大明哥、不说话哥以及无双，还有我们的秀姐没有歪臂哥，以及我们功能哥、功能食品，谢谢我胖哥，今天叫声功能哥了，哎呀，张文还有十三个没有过的，大家帮我过一过啊，谢谢谢谢，都让我你改，我都给你改名了，谢谢清远，谢谢飘落，谢谢谢谢。谢谢我们远航哥，谢谢，还有漫步狗哥、楼南哥以及四季哥，还有修罗哥，还有路人家长哥以及强哥、风云哥、逆上哥以及我们的柱子哥。去哪里好？想要把烦恼都甩掉。再次谢谢我们的小萌萌送来的大樱花，谢谢谢谢。
名字叫爱音乐。我的帮母呢？哦，这儿呢。人呢？名字呢？像摩天轮哥啊，谢谢。像摩天轮哥，谢，感谢大家送来的礼物，谢。今天是小年啊，很多人说，哎，今天是小年，明天才是小年。我送祝福的时候，哎，不对呀，明天是小年，你送早了。但东北哈，真的是第一次才知道，谢谢才哥，第一次才知道。这小年还分那个，两个，东北这边就是南方和北方还真的不一样，又不是猫年，带什么猫耳朵，不想跟你说话。你说话除了扎心没别的，随意，刷什么都行。我看你刷棒棒糖都刷惯了，谢谢 Tino 哥，咱俩估计是冤家，你不怼我，我就得怼你。南方和北方的小年不一样，我们北方呢是今天过小年，小年时呢要吃饺子，南方那边呢应该是明天才是过小年。谢我们的敞开心扉，全国都是今天。不啊，他那个我看谁凤哥给我发的那个截图，日历上就分两个。你主要是想抢了，没人刷把这个，全刷星星啊。但是我跟他们说，他们说 你问候早啦。在我的印象里应该是一天的，二十三是小年，他们那边是24小年，这是有来历的。这个不知道，谢谢我们四季哥还有孙凤姐哥，谢谢听到哥。你该卡个饺子了。什么是卡个饺子？东北是23过小年，是的，南方是24。对呀，这不就分两天嘛，不是同一天。谢我们跑跑，谢谢。谢无畏哥，欢迎夜场哥，欢迎龙七月，谢谢。随意，你们要想刷巴掌呢，你完了你就刷巴掌啊！我看好多人说，为什么要抢巴掌？反正那个时候说咱们要定个周薪，到现在也没有定下来。冒烟了，他是那个啥，他是那个叫啥了？这东西叫什么了？对，这个东西叫加湿器。一看你就没有见过大世面的，喂，还得说冒烟了。集结过了没有？集结没有过啊，刚才。但是8点还有10分钟，我们8点过集结。
思，我就知道你是故意的。谢谢费费哥。我现在没有目标，想抢什么周星，你们随便刷，刷到哪个最上边的，咱们就再抢哪个。安静的看我直播，我以为你掉火坑里了，那我早糊了。星星没有周星，星星只能是抽奖的。谢东东暖东哥，谢谢暖东哥，谢谢我们大明哥。谢谢我们，这是几几啊，这是好几个人家。哎呀，你这三心二意的一天刷水清流，这哎呀，这马甲让你背的，你到底是谁家的？都给我夹中间了，左边一个右边一个。这是什么意思？我看看啊，您的真爱还有三天到期，就是你我的那个真爱团嘛，就是我一会儿开召集的时候你再续下费就好了。就是你要不续费的话，手机上方，手机那个上方啊，就有什么呢，就有一个桃心形的那个桃心形，完了你再点一下就可以续费了，再续一个月就行了。巴掌免费了，可以刷巴掌了。今儿周几啊？今儿周一嘛，那行，今儿周一的话，那咱就巴掌了，那就但是尽力，使到全身的力气，嗯。要是抢的话，我们就奔前三了啊！前三，第一、第二、第三，就看咱的那个咱的实力了。但是前三必须得上的，嗯。啥是巴掌？就是那个鼓掌那个，他们飞扬哥现在刷的那个。谢谢我们三生三世哥，谢谢谢谢。那这周你们就不行刷星星了，那就说好了，这周你们就不行刷星星了。分两个队抢，哎呀，高级协议哥，你带一个队怎么样？你带队抢那个，你带队抢荧光棒，完了我带队抢巴掌。那不成？那2019年真的看牛了。是谁在吹？看是牛在飞，一个都整不明白，你还要分两队整呢。对了对了，包裹里边下阿炮哥送来的巴掌，包裹里边有什么呢？包裹里边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回家票，没有送出来，大家可以把那个回家票也可以送出来，谢谢大家。那这样吧，谁给我们开个剑，我们飞一个。完了，我们到时候有70的刷70，我们跟着一起走。谢我们天地哥。我这话说的有点好像给说给谁听的，有点别扭。别吵吵，别吵吵！谢我们天地之四哥，感谢我们大明哥，还有飞铁粉，还有我们的小刀以及二炮哥。天哪，我哥睡着了，你别吵吵，别吵吵！还有6分钟，我们就点召集了，还有6分钟。上光哥，说过拜过
这个不是巴掌，但是差不多嘛意思。但是我那个啥，我让阿卡在不在，让阿卡给你做一个。嗯，这个真的好像真的不是哈，好像跟你不太像。曾经走过，今天跟我的衣服还挺像的。欢迎春晴哥，谢谢火山哥。Yeah.
小抹布找回来了。准备七十个啦！啊，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准备七十个，我找找我的小数据啊。大家可以把召唤过一过，召唤没有过的大家可以把召唤过一过。哇，他来了，兄弟们准备好七十个，欢迎我大叔。谢谢听到我的，谢谢谢谢谢谢。这样吧，我一会儿给你唱吧，还是想换个鞋子。
只要后面是整数，就会有一个10%的加成。没有送的还有实验的，现在任务上发射。小宝，谢谢我们小宝，谢谢年华哥，谢谢在路上，谢谢我娃哥，谢谢康哥，谢谢啊，谢谢年华哥，哇，谢不过来了，谢谢兄弟们上电视啦，谢谢时光哥、哪吒哥、安阳哥以及我们哥哥狼在天涯、西山哥以及我们的小金哥，谢谢年华哥送来的巴掌，刷六六就行了，改成刷六六就行了，召唤那个开创建的时候看不到的，谢谢我们那个天若有情哥，还有开心哥，谢谢我们的。在路上以及忆当年，谢谢我们年华哥哈，谢谢，感谢我们的杜杜哥，还有我们的景秋，还有我们的新蕊伏特加，以及我们的小巨玩哥、新哥，还有我们的高峰哥以及铁粉哥、顾海哥、磊子哥，谢谢大家，小年快乐！大悲咒现在是不能唱的，八丈是周星嘛，是的。谢谢大家，谢谢玩哥，谢谢玩哥 ，Hello。Hello， 小年快乐，玩哥，兄弟们，小年快乐！谢谢我大明哥，谢谢大明哥。你们都吃了吗？欢迎暴风哥，把暴风哥抱一下。欢迎月光哥 ，Hello， 欢迎后进来的宝宝们 ，Hello， 晚上好。一年。有一年没有来看你了，年华哥是吗？哎呀，年华哥刚刚给我开的斋，什么？谢谢年华哥送来的礼物。对对对，要巴掌，巴掌之外的水晶球也要，啥都要，我不挑食。谢谢我们童心哥、飞扬哥还有草原牧人哥，谢谢，感谢我们嘟嘟，谢谢我们一当年哥，谢谢小周哥。几点还没吃？夜宵吃了吗？有的时候7-8点钟才吃饭呀，有的时候6-7点钟。欢迎我勾手吧，勾手吧。这是菲儿吗？是我。谢谢我们的小琴哥，还有我们的罗罗，谢谢锦秋哥，好多兄弟我没感谢到呢，哇！谢谢暴风，谢谢暴风哥，暴风哥你会开穿云箭吗？谢谢暴风哥。谢谢暴风哥。我要唱首歌，暴风哥好像不会开穿云箭。谢谢暴风哥，哇！留下来。来首这首歌，这首歌告诉你老贵了。刚才接了我的电话，我错过了什么？
谢我们暴风宝宝，谢谢谢谢谢谢。小年快乐，晚上好，谢谢大明哥。你的大眼睛，我每天都想起，不知不觉我又来到你家的小树林，你呀太美。
上好啊。Hello， 谢谢明华哥，谢谢，感谢秋豪哥，还有 AN 哥，谢谢大家，谢谢。小妮儿就看你了，吃了没？喝了没？酒足饭饱了没？感谢闪爷，谢谢。今天就过我们的除夕春节了啊！2019年马上就步入2019年的春节了。此时此刻呢，在这里，非常祝大家生活事业都顺顺利利、红红火火啊！谢谢大家。我干了，你随意。不行，这个麦克风我害怕连电，这个不能干。这个不能干。也再次谢谢听到哥一直来守护，还有我们的暴风哥，谢谢。谢谢大陆山哥哥，谢谢山哥哥，唱一首这个歌吧，唱一首这首歌，应该每个人都基本上会喜欢。谢我们山河哥，这个歌名呢叫记得咱的家。过年了，该回家的呢咱们都回家了，陪陪自己的老爸还有自己的老妈。在外拼搏一年，其实回家吃一盘热腾腾的饺子，想起我。
谢谢听到哥，谢谢谢谢，跟了您自脚，记得咱的家。我性格送来的新霞，有巴掌呢，我们走巴掌哈，谢谢大家，今年这是今年了，这周我们有巴掌，谢谢我们的欢迎宝哥，哈喽，晚上好，小年快乐，后期的宝贝大家晚上好，好听，其实我这首歌就是稍稍有一点高，要是低一点，我唱着会更好。小年快乐，小年快乐 ，Hello Hello， 晚上好，哥的名字叫，记得咱的家，我们唱一些开心的吧，这个比较感动，其实就是一年到头啊，真的就到年底的时候，那种为什么就是年底很多就是说车站呀、飞机场呀、车呀都非常多，都是一年了，都是往家奔的。都是往家那个家里头奔，就是往家里是谁啊？家里就是自己的父母。谢谢你啊，谢我们那个秋雨哥、清风哥、老张哥，谢谢我们家磊子，谢谢壁虎哥，谢谢小宝宝以及飘絮、海玲玲以及听导，还有宝宝这，谢我们的钟明哥，还有我们的无情哥，谢谢壁虎哥，谢谢我们高级协议，谢谢谢谢。哎呀。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喝口水，休息休息一小下，我把这首歌，小一点声。哎呀，好热，召唤到了吗？好，过召唤了，过召唤了。谢谢谢谢，感谢花开哥，谢谢花开哥，没有点召唤的记得帮菲儿点一下召唤，谢谢大家，我连一下那个谁，等召唤过了的吧，等召唤过了我连一下蒙城，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的礼物，谢谢康哥，谢谢大家送来的巴掌，我要巴掌了，棒棒糖改巴掌了，棒棒糖改巴掌了，等下周的时候我们再来棒棒糖，这周一到周天都要这个，都要啥？都要这个巴掌，都要巴掌，谢谢大家。谢我们时空，谢谢时空。这一周的话，可能就星星啥的，我们就控制，改成巴掌，齐心协力。谢谢烟华哥，谢谢阿亨，谢谢我们玉发哥，谢谢。周星是巴掌，就是鼓掌。就这个图标的小礼物，对对对，这样任务你们就走这个就行了，需要30个，我们已经过9个了，我转播一下，就这个，还剩九，不是，已经过了9个了，需要30个人，没有过的呢就可以点一下下方一点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就开了，如果你要有的话就变成下方的集结，包裹里还有什么呢？包裹里边现在暂时那个没法给你们演示，等它滚完的。等他俩的名字滚完的，啊，他俩有点太多，还有二十个，谢谢大家，谢谢我们嘉义，谢谢嘉义，谢谢，感谢咱们家所有兄弟们送来的，看还有棒棒糖呢，改成巴掌，对对对，有巴掌，对对对，就是他，一打会出响的那个，对对对，就是一打的时候他冒金星，对对对，就是他，没错，非常漂亮啊，就是他。就是一鼓掌，哎，对，他就冒星星那个，对，对对对，就是他。12个，加油！我相信你们可以的。没有点可以点一下小黄色的手机用户，一点就开了，它会消耗你一个 YB。如果有的话，就帮菲儿开一个，谢谢大家，谢谢。还有5分钟就结束，今天是最后一个，还差15个，谢谢我们航行龙哥，这旅行龙哥，谢谢旅行龙哥，谢谢我们远方哥，谢谢。这风暴哥还在这滚着呢，暴风哥这辈子是完了，他恨死我了。欢迎牧民哥，我一叫他的名字就叫错，这辈子最恨的人就是我。还有十个，那一看见我就脑袋疼。就这么看，还老丁管人叫风暴哥，
风暴莫尘哥。感谢我宁华哥，谢谢宁华哥，还有八个，还有八个，没有过的可以帮我过一过。哎呀，好热，好热，我给你们转播一下，我还穿着棉裤呢，我回来的时候穿上了直播呢，还差五个，还差五个，谢谢我们，谢谢我们林哥，还差五个。飞贼好看，贼好看，飞贼贼好看吗？飞贼是吗？还差一个，对，能上巴掌我就上巴掌，能上巴掌我就上巴掌，有水晶球的我也收，存货我也要。过了过了，你等会儿，我整理一下衣服，你等会儿，有点热，穿的袜子都是棉袜子，都给我热的不行不行的了。好，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我降降温啊，降降温，好，没问题，穿的太多了。我给你们唱一个这个吧，我给你们唱一个这个吧。小明和歌。恭喜你。
哥送来的鱼，谢谢罗哥，谢谢我们文峰哥，也谢谢我们空间，还有我们的小太哥、乌迪哥、清风哥，还有小爷，谢谢，谢谢远方哥，谢谢东哥，谢谢小泼水。OK， 我可不可以坐着跟你聊会儿天儿？我有点累挺了这两天。哎呀，没发现今天有啥不一样吗？没发现今天有啥不一样吗？嘿嘿，你可以坐着了。哎，我跟我说罚站着我，我要甩锅了啊！谢我们和谐哈，谢谢。瘦了吗？不是，是我是视频打出，我那么胖呢，我视频调了，调的可低了，没发现角度不一样了吗？角度就是上，以前都是从高往下照，今天呢是从我直线的。我直线的就变样子了，就这个样子，楼兰一曲。你杀了我吧，楼兰唱不上去了。对，我是要连麦的哈，对，连一下我们的小程。欢迎牙哥。看蒙城在不在？谢谢钟林哥，萌城是非常萌的一个妹子哈，你们说话可不行把我们城给小了。哎，哎呦 ，Hello 宝贝儿，今天穿的是哎，还是我的声音 ？Hello， 老大好。少数民族的衣服吗？你也是少数民族吗？没有，不是，我是安徽人。安徽人，那你穿的这个有点像蒙古。这个不是见老大要有一点仪式感，所以我专门换了衣服。哎呀，声音好萌呀，声音好萌呀。你这直播多长时间了，宝贝儿？三个多月了，快四个月了。三个多月了，但是可以了。欢迎沙洲哥 ，Hello，但是可以了。欢迎六六哥，欢迎咱家所有的好宝宝们啊，Hello，还有咱们家所有的守护团宝宝们，谢谢。欢迎卡洛，把卡洛抱一下。哎呀，太萌了！你今天要是给我们表演什么才艺呀？我今天唱一首歌《又见山里红》送给你。又见山里红，哎呦我的妈，好甜！我这个女孩子都觉得这么甜，你们有没有觉得很甜？你没有没有，哎、笑的时候更甜。哎呀，你们能不能别这样？要微笑了都。太甜了，太甜了！哎，你这真实声音是就平时说话也是这样吗？就家里说话是这样，就是唱歌的时候可能会好一些。唱歌的时候也是这么甜，那你要是唱歌的时候要这么甜的话，估计跟杨钰莹有一些拼呢。哎，这个东西怎么能整没它呢？啊，好，唱歌的时候会好一点，没有太那啥，要不然会觉得有点做作的感觉。哎，那你有专业学过唱歌吗？还是爱好？爱好，没有专业学过，现在在学，现在学呢。在学，其实那行，先不多说了，我们听一下我们萌城的歌声好不好？变得好嘞，好没有没有没有，他的声音没有变音，真的太甜了，没有变音，一变音一听出来会有嘶嘶的声音。我给你，等会儿我给你变一个，没有变，就是我唱歌不就那个唱葫芦娃，不是唱白龙马那个什么，那个是属于变音，但也有，但是他的声音一听就没有变音。我告诉你们怎么识别哈，听见会有嘶嘶的声音。的声音，你们就他们说你像香妃，你会唱香妃那个《还珠格格》，那就更像了。你戴个面纱就，哎，是哈，真的有点很像哈。我肺没有血条了，本来就没有血条，好不好啊？好了，不啰嗦了，让我们的萌城唱首歌吧。来，好嘞，好嘞，准备好，我就闭麦了，宝贝儿啊。谢我们孩子。好，那老大休息一下，我唱一首《又见山里红》送给你们。唱的不好，哥们多多包涵。
天一脸的风，那是你满身醉人的红，那是你含情脉脉的心，酸酸甜甜招人疼。你是我一片思乡的情，你是我童年最真的梦，你是我藏在心中的歌，今天唱给你来听。有件事唱那种甜甜，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完蛋了，我感觉我又要感冒了。谢谢我们华信哥，谢谢谢谢，感谢我们李峰哥，声音甜，但是我觉得你唱一些就什么9320啦，就那种歌甜甜的你会唱吗？会，都还在直播间还在直播间唱一些儿歌给他们听。哎呀，他们要听，那你跟我有一 PK 啊！我也经常唱儿歌，但是你会唱什么葫芦娃呀，什么还有捉泥鳅啊什么的，他们就喜欢捉泥鳅，但我不会唱，你会唱吗？谢谢，感谢我们狂。会唱捉泥鳅。哎、太甜了，你的声音，粉丝就在下面打，哎呦，四个加号至少。他们说萌城好紧张。其实我告诉你，紧张是正常的，因为什么？因为我出去连麦的时候，我以前也紧张，就现在唱错歌啊什么，他们说看哎哪个唱错了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哎，唱错是正常的，证明咱是真唱。谢谢，感谢我们浅河，谢谢大家，谢谢我们淡然哥。淡然若水，还有李峰哥、华新哥，他说可以拜叉氏叉叉氏，可以拜叉系为师。感谢柿子哥，谢谢柿子哥。但是呢，
但是啊，这个东西咱不可以，咱也不要去说，哎，插戏啊，上人插戏直播间插戏啊，谁谁谁谁谁谁怎么样，上人家直播间，哎，你拜插戏为师，千万咱不可以去说哈。这个东西师徒啊，也是要看缘分，不能去强求。哇，这是我，这是个，哎呀呀呀，这是我柿子哥在哪呀？柿子哥在哪呢？是走了吗？没有啊，怎么没抱上来吗？是隐身了吗？这个东西就是随缘，咱千万不可以去说什么的。有的时候啊，其实我告诉你们，有的时候就是拜非为师，这个也别说，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那个都得以后，到时候我要收徒大赛的时候，可以来参加。是柿子哥，找一下长空老师，找一下柿子哥，小年快乐啊！但是柿子哥，你那边是今天过年还是明天过年？熊猫叫你会唱吗？他们说。学猫叫就是不是特别会唱那个歌。哎呀，你说话都甜，我的骨头都要碎掉的感觉。你唱一个甜甜甜甜的歌，你唱一个甜甜的歌我听听。那我唱喂猪吧，也是跟他们看那里学的一首歌，喂猪，喂猪，喂猪，嗯。这首歌有两个字，你点到了我的痛处，完了，我完了，我伤心了，你知道吗？
还有说减肥，你知道吗？这两个字你告诉减肥一下点到了我的痛处。谢无敌哥，又草哥，谢谢圈圈，谢清风哥，哇，声音真的特别的甜，好听，谢谢谢谢谢谢，感谢我们的傲雪，还有清风哥，太像样了，可以啊，好好努力，加油！现在直播的榜上有多少了？榜今天大概是好像是7000块钱吧。慢慢加油努力，完了直播呢别着急，慢慢摸索沉淀沉淀，我觉得非常棒，等下个月可能会有收徒大赛，我相信你。哇，那我一定要好好努力，我会好好加油，好好加油，谢谢，到时候下个月不一定到什么时候，应该会在生日之前吧，有可能会在生日之后，好好加油，好好准备啊，到时候七彩公会会有一批优秀的，到时候会挑一些优秀的，不会像以前直接海选，到时候会挑一些优秀的。这个哈，这个月或这个月看啊，这个月还有几天，马上啊，下个月好好的努力，老大来个儿歌。我就不来儿歌了，我俩的嗓音差的太多了，但是我觉得你适合唱你刚才像薛猫叫啊，什么9420啊，还有喂猪啊，你适合走这种风格的，声音甜，但是说像那个又见山里红啊也好听，但是我觉得更适合我这种嗓音去唱，你唱的感觉就非常的去甜，你就到时候以后走的风格呢，就是9420啊，薛猫叫，因为那种特别甜，特别甜，甜美风格，现在也比较时兴的甜美风格嘛。这个网络歌曲啊，网络歌曲这些都是比较适合的。来吧，我也唱首歌，送给咱们直播间的宝宝。老大，红山果可以唱吗？昨天我刚刚唱过了呀，你还要听一遍吗？对，红山果你会唱吗？红山果不是特别熟悉，就听得多这些歌。但这首歌我觉得你应该也可以，来吧，那就我们蒙尘稍微先闭下麦了啊，我唱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歌也可以甜一甜的，甜甜的，加油。一朵花，一棵树，一个房子，一条路，一座山，谢谢我们龙兰哥、高级嫌疑，还有康哥、钟明哥、香玉哥，以及我们花开花落，希望在七彩加油努力，
会是你一个发光发亮的一个舞台。好了，让我们的萌城稍事的休息一下，谢谢谢谢，感谢大家送来的礼物，拜拜。真的声音特别的甜，我就特别喜欢声音甜的那种，像我一开口，嚯，就暴露我自己的性格了。想做主播的可以加微信大写的 YY1789FF， 哎呀没谁了啊，啊没谁了没谁了，这个广告给你打的，谢谢谢谢谢谢，来我给你转播一下。对，想做主播的微信大写的 YY1789FF， 这两个 F 是小写的，想做主播的可以加一下，如果你是到期主播的话也可以啊。呢是我们的卡洛，他是一个情感主播，嗯，让我们的一会儿让我们卡洛稍稍的准备一下，我再来一首歌，你看看，来一首，来一首温柔的嘛，来一首温柔一点的歌，嗯，哎，这个不行，太那个啥了，哎，对对对，你可以学一下这个叫邻家美眉。全给唱出来了，就是你改词儿也好，有的时候连调都给你改了。唱温柔一点，减肥已经减到10斤了吗？没有瘦可惜。桃子欺负我谁管？桃子咋欺负你了？你说出来我听一听。这首歌的名字叫《约定》，送给咱们直播间里的巴掌不见了。哎呀，巴掌可瞎点了嘛，这不震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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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大家可以刷巴掌啊，可以刷巴掌，谢谢谢谢。一年了哈，一年了，等下一次的小年我们还要一起过，我们先约定在这儿了。这首歌送给大家，你听见了就不许耍赖哈。明年我们还要不见不散，一首约定送给大家。远处的钟声回荡在雨里，我们在屋檐底下前像教堂里那场婚礼，是为祝福我俩而举行。一路从泥泞走到了美景，习惯在彼此眼中找友情。
自己，就算某天一个人孤寂，你我约定一定要争吵要喊停，也说好没有秘密，彼此很透明。我会好好的爱你，傻傻爱你，不会计较公平不公平。时候，其实你们有发现没有，就是我唱慢歌的时候，谢谢康哥，也谢谢我们罗哥还有桃子，谢谢青山龙兰，还有追梦哥傲雪，还有年华哥东七哥传说哥，我一唱慢的歌的时候就很容易去走心。哎呀，谢谢我康哥送来的巴掌，谢谢大家，谢谢我们鸿蒙哥送来的巴掌，谢谢大家。其实我唱走心的歌，就是投入的时候自己都能自己唱哭了，就是都佩服自己，你不佩服我都有罪。那菲儿怎么不说话？如果他那也，什么？如不要，那我也可以到别的平台直播，什么意思？你要当主播吗？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宝贝儿？你可以去那个啥，你在直播间里边应聘，指定是没有人勒你啊！你可以去一下那个微信，微信呢是 yy1789ff 啊。如果你是特别棒的男主播，也可以啊。谢谢我们一条小鸡，这个念啥？这两个字儿叫什么？念华还是念逼？我忘记了。小鸡什么玩意儿？那个又有首歌，小鸡什么？我没记错吧？谢谢。其实一点一滴的回顾以前，挺难的。真的是挺难的，一点点积累到现在，又过了一年，2019年了，马上还有7天，我们就过了真正的2019年了，阴历的，就是我们的春节了，真正的又长了一岁，沧海桑田了，苦尽甘来了，没有甘来，没有苦尽，这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赐给我们的。
不管历经不管历经什么，你就当那个不好的就当渡劫了。又老一岁吗？终于18岁了，你长大了。谢我们进场哥，今天那个3组1314卡黄，今天3组1314卡黄，谢雨滴哥，谢我们小鸡弟弟。谢谢咱狂魔哥，今天哎，我看看今天三件任务可以过吗？我瞅瞅，好像可以，481个，加油！我相信你们可以过的，永远18岁。哎，欢迎 S 无聊中格 ，Hello 小娘快乐。哎，对了，今天我坐车不去买东西吗？今天我上车，真的上车就是坐车嘛。我对每个司机都说了一个小年快乐，他们都特别的高兴，虽然说就一点头，特别的开心。我觉得生活中多一点祝福，多一点谦让，觉得非常的好。谢。而且哈，今天我们绥化就出现了，我不知道是因为啥事，听出租司机说的，说打架了。我觉得东北人的脾确实挺暴的。如果你就是生活中就像你说，哎，你踩我脚了，你没长眼睛啊？其实我告诉你，踩一脚，哎，今天小年你快乐吗？你快乐吗？我觉得就打不起来。还有着急了吗？我瞅瞅。没有了，没有着急了啊！我祝你吉祥如意，我祝你啊，祝你万事如意，什么的，是不是？就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中国话博大精深，真的博大精深。因为就是很多很多的时候就看见，就是我就连我自己也一样哈，没打榜的去打下榜，对，上面有一个那个啥，就有个热度榜，没有打的可以帮我打一打。就是有的时候你说话就是沟通的时候，就很多的时候明明可以好好的沟通，就是为什么要就是说用那么激进的语言呢？谢我们随意哥，老大该打榜了，打榜的找不到，这个手机用户上方，手机上方。根据这个呀，其实我们应该连线一下谁呢？连线一下我们的卡洛，长得非常漂亮的一个小美女啊，情感呀、生活呀、经历呀，没事咱们可以找她唠一唠。Hello， 宝贝儿在吗？嗨。看是不是 F2 了，每次连麦要点一下 F2。 嗯，可以了。 Hello 菲亚姐好，兄弟们好，祝大家小年快乐。哎，一听这个麦克风就感觉今天坐上那个出租车司机上哈，就咔咔的，他的不有那个就是什么频道吗？我就想起，我不知道你认识叶文吗？就是类似于那种 FM 那种吗？对，特别的声音特别的像，但是你没有他暴力，他特别的暴力，我觉得。哇塞，我是斯文人。但是他不是说他说话比较尖端，就是挑那种尖端的打。哎呀，李哥等一会儿啊，截个图来吧。这段时间咱们是唱歌，兄弟们你们想听唱歌呢，还是来听一段他的这个情感的这个解说？你们想听一个什么，给你们解决一下你们生活中的烦恼？来个电台是吗？来个电台，他们说来个电台。那这样吧，你们想解决一下你们生活中什么烦恼的事情？哎呀，好像感觉你是一个菩萨来救苦救难了，解决什么事情？啊，对，其实我比较擅长的是情感解答方面，就是有时候可能会在我自己的直播间，他们会遇到一些情感上的问题，因为人嘛都有七情六欲，遇到什么亲情、友情和爱情啊，会很麻烦，很难。而且爱情这个东西啊，其实说当你自己置身其中的时候就容易迷失，就像感觉走进那个迷雾森林似的，明明别人都能看得清楚，你就在那个位置就可以走得出来，但是你自己就是不愿意走出来，或者说就是走不出来，就是这个样子。不，他在享受这个过程，我告诉你。不，其实有时候人在爱情里是痛苦的，所以说，我说做情感主播嘛，其实有时候就挺难的，还得拉着他们出来，是不是？跟他们提醒儿。
其实这个吧，我有的时候讲不明白，但是我觉得卡洛应该可以情感主播。这样吧，我们挑一个那什么，挑一个幸运观众嘛，来问一下他们，我们现场连线一下，他有没有什么情感问题？哎，直播间没有过啊，我们来，谁想就是说上麦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卡洛啊？大家抠出你们手中的六六，但是如果你抠到六六了，你抱上麦不说话啊，你就那个啥了，你就事儿了。告诉你啊，那我要暂停了啊，来，五四三二一停，生不由己，来给他报上来，给他连一下，哎，添加麦序，长空老师给他报上来，来能开麦吗？这样你有哎呀怎么弄呢啊，好像是卡住了，连线一下，完了看看能开麦吗？陈哥老师给报上来了吗？找一找，跑了吗？我给应该报在最后一麦了，他下去了吗？他跑了。你可神塞呢，我能醒了？刚才扣六的时候倒是一点都不怂。来来来，不怂的来，能开麦的啊，不怂的能开麦的，你说你这一天神塞。哎，没关系没关系，我觉得都很正常，大家有点情感问题什么的都可以放心问啊，没有关系啊，就放心，我这个人说话呢我会注意一点的，不会骂你们。停呀，怎么整的？哎，怎么整的连名儿都没了呢。等会儿啊，重来，我找找啊，五四三二一停。哎，M 车 M 老亲 M 老婆，你这是没车没钱没老婆是吗？也就我看得懂，来把他抱上来，来我看看，添加一下麦序，完了长空老师给他上调一下，这个没跑吧宝贝儿啊，看看可不可以连麦，来你好，这样卡洛剩下的时间我交给你好吗？嗯，好，这个我先交给你五分钟啊，你看你能不能把它没钱没车没有好，你好，那连麦已经接通了，可以说话了。就我相信你扣六是扣六六六，一定是有我可以帮助到你的地方，对不对？就不用害怕，就这个就很正常，对不对？来来说一说，就是你有什么情感类的问题。开麦的话在这个位置，点开之后有一个点击发言，直接点开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到说话这个环节就怂了？是不是直播间太大了有压力？勾叔想连麦，勾叔是吗？勾叔跑了，真是你把我勾叔都吓跑了。可以吗？可以说话吗？他一直没有开麦。这样吧，他们估计他们也不好意思。那这样的话，我就来。嗯，这样吧，我就来一小段电台吧，就不难为他们了，估计让他们上来说可能他们会比我还紧张。对不对？是啊，他们说不会开麦。是不会开麦吗？没事儿，你不会开你可以扣字来。要不让我们的卡洛老师跟大家聊一聊。聊一聊。瞧不起你。来吧，直接来吧，卡洛，直接来吧，让开，让我来。不，你别来，我怕你把人主播吓着。十万楼来百万分，你这说话太猛了。来吧，让我们的卡洛来五分钟、几分钟的跟大家聊聊天。那我先关麦了，宝贝儿。就来一段小小的电台，好的，老大。来一段小小的电台吧，然后。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与咱们的北京时间21:20走进咱们的423房间。我是你们今天的连麦主播卡洛，坐在我旁边的是我们的菲儿姐姐。曾经啊，我记得张爱玲写过这样的一句话，她说：“笑，全世界便与你同声笑；哭，你便独自哭。”虽然很扎心，但是有的时候啊就是这个样子的，你的苦别人其实没有办法感同身受，
更加不能替你承担。生活里面所有的苦你都必须自己一点一点的去熬过去。网络上曾经传过这样的一个视频啊，一个穿着正装背着公文包的小伙子在地铁上一边吃着面包一边崩溃的大哭。我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是应聘一天没有成功，还是工作失利，或者说是压力太大了。但是在苦难的面前叫苦连天没有用，痛哭流涕也没有用，到处诉苦更加没有用，唯一有用的就是努力和坚持，努力让当下不好的局面变得更好。你可以崩溃的大哭，但是你不能被困境吓倒。很久之前我在吐槽大会里面听过这样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谁的人生还没有几个大坑啊，当你跨过去了，这就是成长。经历苦难是人这一生的必修课，要想顺利的毕业都得努力的跨过去，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如果你的此刻觉得特别特别的难过，那你就看着远方告诉自己路还很长，一切都会过去的，未来也一定要好好加油，我相信你，你也要相信你自己。不愿意就让我去全程漫步起，就来这么一小段嘛，这个声音可以催眠，就我平时会在直播间里很少会念这些东西，因为我怕念着念你们睡着了。挺好的挺好的，我觉得你做一个情感励志主播真的非常棒。真的对，但是但是有时候可能说在直播间他们都不爱听啊，卡洛你读着我又睡着了一会儿。那你但是我平时会不一放低曲度看他能不能睡着。哎，怎么又掉了吗？嘿，关注了，好，喜欢我们的卡洛这是应该掉下去了。喜欢我们卡洛的在四号麦把我们的卡洛的关注点一点。其实哎，我不知道你晚上直不直播，我觉得你应该是适合晚上直播的，基本上电台都是晚上。哎呀，觉得应该很励志，走励志励志情感，我把他踢了。你咋那么能干呀？我咋不信呢？你都催到这儿来了，一天再连，我连再连一下，看是不是卡住了，看还能收到吗？电台比较适合晚上，我觉得电台你就是进入他直播间号那么一挂，有的时候你没事可以听一听，但是我觉得电台1%吧，就我听电台会听到会就是慢慢就是进入睡眠，因为你的音频嘛没有特别激进的，也没有特别低谷的，都在那个大约那个频率上，所以说睡觉啊什么也好，就是没事听听聊天也好，也可以的。没事兄弟们可以去他直播间帮他站站场呀，还有什么就顶个车位呀、是顶个人气啊，往那一坐挂个号了什么的，完就可以睡觉了。对，如果兄弟们特别喜欢电台的话，对，可以看我的那个，点开我的资料里面有神曲，我的神曲很多，全部都是电台一类的，就是专门录下来，然后给兄弟们就是说晚上失眠用的。对，直播间里面我可能会活跃一点，给大家唱唱歌啊，喊喊麦什么的。那来吧，你喊个麦吧，反差的多一点，喊个麦我听一听。这样会吓他们一跳，我这么一个温柔形象出现，然后喊个麦，哇，就给一种。要喊麦吗？你们想听吗？我听歌就算了，我要是你要喊麦的话，我想听一听喊麦，声音有磁性，没毛病。好，那喊个什么呢？喊个惊雷吧，好不好？哇，你还不喊这个？就一小段一小段，我喊的其实不是太好，然后如果大家就是那个不喜欢的话，就多担待好吗？然后一首惊雷送给你们。一首惊雷送给大家，公屏上66扣起来好不好？666扣一遍。紫电手牵着火链，九天玄六惊天变，五云我持正沙场，互相冤与盾，说多情自古空欲恨，我手持了弯月刃，
舍天地沦陷取得山河波，大求我守得杀心使魔修成佛，剑出鞘我血磅礴，定太极八卦乾坤望命向心中显，踏青天大路平沙百万群山灭硝烟，九空八卦记在我手，万物齐眉山河斗，当魂弃我生死大权由我掌控，妖魔吼今日虎符在我手，杀伐尽散猛虎口，杀世间万物如刍狗，笑看红尘人世间，我平生修炼为成仙，尔等千夫指苍天，我神通盖世守顶尖，功成名就这天地，今只为你而立，多情不义彼此背影，此生只求这忠义。让我牵一下你的小手，不要鲁莽的耍脾气就走，你有没有空陪我聊一宿，你的眼神不要把地偷偷。好了，一小段惊雷送给大家。对，没事，你跟他们聊聊天，他们睡着了你就喊个惊雷，一旦要睡着了你就喊个惊雷，你让他睡这宿都睡不着的，反差好大呀。但是反差真的就是，你就刚才来个电台困了吗兄弟们？嗯，有点困意了，咣你就把低曲这一放，叮咚的完了，惊雷就上场，还困吗？不困了。没有过这一晚上都给他们折腾了都。对对对，差不多了。没有过任务的大家把任务归我，谢我们的小念哥送来的锦鲤，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好了，让我们那个卡洛休息一下。卡洛是几点直播？晚上吗？我的晚上基本上是从晚上7点钟到晚上12点。哇，这么长呀？对，我一天正常是7到8个小时吗？下午也会直播。下午也会直播，我觉得你10点开始直播都行，7点不早点吗？就是因为我觉得哈，7点好像稍微早点，9点嘛，9点之后我觉得都是黄金时间段嘛比较多。嗯，因为7点的时候可能大主播吧，因为7点的时候7、8点钟大主播都比较多，活跃的粉丝啊，基本上聚集人气啊都在大直播间还是比较多。我建议就是9点之后，9点到1点到2点，但是好像你得熬夜了呢，应该你是不太熬夜 对吗？也可以，嗯，对，我每天睡得很早。嗯，哎呀，羡慕你呀，你可淑女可汉子的那种，哇羡慕啊，太羡慕了。就刚才把蒙尘放在上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好紧张呢。蒙尘放在上面，它那么萌，然后那么可爱，然后唱歌也都娃娃音的那种，我突然觉得哇，就会不会给大家一种很大的落差感动？不会呀，我觉得你的声音就是有点挺女神的那种，我就喜欢你这样比较柔，而且还有一点识别度非常高，而且还有一点什么的那个叫就是立体声音，可能是麦克风调试的原因，像立体一听感觉叫就有点对磁性，像电台的那种玉琴，一听就非常舒服的声音，结拜吧。哎呀，我也应该学学，有的时候真的喊麦也挺有气氛的，但是不行啊。你哎，对，我想问问你，你电台是怎么练的呀？刚开始直播就是电台吗？我们不是，我电台我是后面，我刚开始我是一个唱歌主播，但是后来我直播间兄弟们说，哎，卡洛你唱歌这么难听，是不是得发展一点别的东西？然后我说那行吧，然后后来就发展了喊麦，发展喊麦之后电台是最后的，然后是最后才发展成情感主播的，但是后来也是情感主播成了我的就是专业一样。嗯，我觉得情感主播可以发展，会比较发展比较快一点，会好一点，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情感嘛，就是爱听歌的和听情感的人是比较多的，晚上尤其晚上，就是说你可能到12点等他们下直播没啥事，就去这个直播间那个直播间都是聊天的比较多，有的时候没事跟他们聊聊天啦，侃侃大山呀，完了聊聊感情这个情感经历，他们的帮他们分解啊什么的，这些东西我觉得电台是一个很好的发展，好好加油。好，YY上有一个电台非常厉害的叫月儿，那相当厉害了，我觉得你就是第二个他，好好加油，真的会加油的，好好加油，只要是加油，像你说的，只要加油努力，没有办不成的事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啊。对对对对，没事的，就是鼓励大家，共勉，鼓励自己。做一个正能量、励志的主播，我相信真的 YY 上特别少这样。特别少，加油，加油！欢迎冬天哥，加上让我们的卡洛稍事的休息一下，我唱首歌，我们也结束今天的直播了。再一次也谢谢我们卡洛送来的礼物，再一次卡洛小年儿快乐！欢迎冬天哥。哎，真的，他们真的都太棒了，我觉得。
我觉得作为老大，我真的感觉看他们一步步成长挺欣慰的。我还想连一个，可是看看时间算了吧。哎呀，这个歌我好像没有给你们唱过，唱个这个歌吧。这首歌最应该给大家唱的。是小娘儿，来个经典的吗？巴掌小了，我找找，我腿都盘起来了，往这一坐，真的就是听他聊天，他们聊天不紧不慢的，特别羡慕。我直播其实节奏特别的快，但是控制不住，每次想改变自己的直播，真的就是挺难的，就是打下这个底儿了。我的巴掌呢？啊，在这儿呢。哎呀，你们看见了吗？就在这下边呢，太小了。哎呀。他怎么这么小啊？哎呀，吓我一跳，差点呼着我。其实直播风格其实挺难改的，特别难改。我也想就是说节奏放慢一点，节奏放慢一点。哎，就是控制不住，没办法，就是控制不住。里面能打字吗？哎，在哪呢？等待发言，不能发言的才哥。这里边能打字吗？好像不是，不是的，只能在公屏上打字，只能在公屏上打字。那个地方是开麦的，我连上麦你才能说话，不连麦的话你是不能说话的。来唱首歌。我觉得这首歌最适合唱给你们听。每天打开手机啊，打开电脑啊，就是看我最远的菲儿，最爱的人是我。夜已沉默，心事向谁说？不肯回头，所有昨夜都错过。也笑我懦弱，我始终不能猜透，为何人生淡薄。风雨之后无所谓悠悠，萍水相逢，你却给我那么多。你挡住寒冬，温暖只保留给我。风霜寂寞总在不远地方等着。
尽头，等着我。谢谢康哥，谢谢四季哥，也谢谢我们清风哥，还有傲骨，谢谢我们沧海哥，以及强叔，谢谢我们楼兰哥，还有我们爱之源，以及追风哥、浅哥哥，谢谢我们成哥送来的锦鲤，谢谢。今天要过三星任务，我瞅一瞅啊，还有多少个我们没有完成？我看一下啊，歌的名字叫《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我看三星任务还差多少？欢迎喜神哥，把喜神哥抱一抱。找找啊，还差300多个，加油！我相信你们可以的。我们这周的周星巴掌，完了有巴掌的，大家可以刷一刷我们的巴掌，谢谢大家。还有300多个，还有300多个，我们就完成了！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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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这样吧，我们把周星凑个整，好不好？就当一个我们的，就当一个我们那个啥了，就当一个周星凑个整啊，周星凑个小整，好不好？我们就下播。我们就下播，没有加播，今天我们少播了半个小时，谢谢谢谢，就当我们这个新年小愿望吧，好吧，打一架，打一架，那我找个人打一架，我找个人，刚才我们那个谁了，我找找，刚才我们李哥邀我了，但是李哥邀我的时候，我正在那个啥，正在乱斗，不是正在乱斗，正在连麦。我看看李哥有没有时间，有时间就跟他玩一会儿，完了没有时间咱们自己就过一个小目标。嗯，当当当，还有三星任务，还有三星任务，三星任务没有完成的，没有完成的大家可以完成一下，加油加油，他没有接，估计是忙着呢。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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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让我等他2分钟。好的，谢我们喜神哥，谢谢我们喜神哥，那我们一人每人准备66啊，每人有66的，我们准备66，我们就最后梭哈一波盘他，有没有信心？直接我们就巴掌，一定要刷巴掌啊！有巴掌刷巴掌，完有水晶球呢，倒好把水晶球走一走。谢我奋斗哥啊！怒充10块钱的开始了，怒充10块钱的开始了，10块钱够这个10块钱盘他，梭哈吗？今天的梭哈。李哥太圆了，我也不方，我也挺圆的呀，真是的。其实我俩打正好，都比较圆乎，看谁能盘过谁。有充好的了吗？那我们来首歌准备吧。充好了，10块钱充好了是吗？1组66啊！你充好了，你再那个充，提前充好了再来一个，你再充10块钱，去，再充10块钱，去，谁让你充那么快了？你再刚充好，再充10块，等会儿，太快了！你再充十块，再给你充10块钱的机会。来首这个歌吧，今天小年一首新年歌都没唱。这首歌带着吉祥，带着如意，财神来到我家门，送给大家。李哥，你一个，财神来到我家门，啦啦啦，三三六加油，对我加油吧。财神来到我家门前，喜气洋洋过新年，送你一个压岁钱。
小年快乐！在此之际，代表李家军的诸位兄弟，为六九军团送上一份祝福，祝大家小年快乐，23糖官真呐！哎呀呀呀，你这抢我话，我还没说完呢，先哈。哎，说啥呀？直接开始吧，别续了，那没有用的了。小年干他就完了，兄弟们，就攮他。所有兄弟们，祝李家军的所有兄弟们小年快乐！恭喜恭喜恭喜啊！谢谢好嘞，小年快乐，都说完了吧？给我撕吧，兄弟们！躺着就完了。太心急了，同志。各位兄弟姐妹，今天23糖官站一站啊！66的小票马上支了一手来了。有八张呢，走八张。有没有八张的兄弟们，该往上走就往上走了。水晶球。感谢释然，谢释然。BB哥此时不出招，何时出手？此时不搏，何时搏？谢谢谢谢，欢迎后进的宝宝。他们说那个谁，那个柿子哥来了，在哪儿呢？上我老师找一找啊！谢我们烟花哥，男神追逐哥刘浪哥。没毛病，啊，兄弟们，没毛病，没毛病。感谢我 BB 哥，谢我 BB 哥，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我希望咱们兄弟们能稍微的上一上，上一下去天台，有66的上点66，今天小年开心啊！到齐了，明天就可出去给你们放烟花去啊！感谢黑子，谢谢金城最爱，感谢飘了，谢谢我心，感谢黑子，谢黑子，谢谢咱们高级技师，谢谢小齐，谢谢飘飘，谢谢，感谢二位，飘什么？这个叫飘什么？兄弟们，今天上的多，我跟你说，我一会儿给你们放烟花爆竹去。特仑苏不是一般的牛奶，真好喝。感谢咱们六九军团的兄弟姐妹们，谢谢。谢谢谢谢。六九军团，爱你们就完了。盘他。上。对了，盘他。盘他。堂哥，你给我盘他，堂哥。此时应该上点66，此时应该上点66。刚才怒充了10块钱，你出来，你出来！刚才票充20是吗？谢我们龙哥，感谢龙哥，谢不凡哥，好好上票啊，不然我放狂浪了啊！谢谢我们康哥，谢谢康哥，要巴掌要水晶球，要巴掌要水晶球，谢谢巴掌要水晶球，特仑苏，感谢特仑苏，三旬任务正好把三旬任务过一过，兄弟们，谢谢大家，谢谢。谢谢特仑苏，特仑苏，特仑苏。兄弟们，大风带着我摇摆了。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将分出胜负。还有100秒的时间。Let's go！ 谢谢年华哥，谢不凡哥，谢我们老孟。哐啷哐啷，哐啷哐啷，还有90秒，兄弟们，咱们能再上点66，上点66。M 一哥，谢谢谢，有巴掌的我们走巴掌，菲儿有巴掌哦，谢谢谢，我看一下我的巴掌。咱们66太少了，谢谢无奈，咱们一人支弄一手66，六十六那个六十六，六十六那个六十六，六六六六六大顺。来66就来了，66你看66，康哥有啥走啥。哎，66马上兄弟们就差20000票就追上了啊！咱们的票啊，现在差距也是拉得越来越，有点大。谢谢哥，谢谢哥，谢谢我们还是是龙哥，谢希望稍微有点大啊，这个差距啊。来，龙哥，谢希望有你哥，感谢我司机哥，谢我们抢哥。一B 哥，最后的时间交给你，还剩30来秒了。感谢特仑苏，还有30多秒，准备掏他。哐啷哐啷，哐啷哐啷，哐啷！谢谢我们豆豆，谢谢我们沧海一笑哥，准备掏他，樱花做好准备，樱花。大哥送来的锦鲤，谢谢货啊，谢谢货，谢谢谢谢。还有17秒，有锦鲤的。剩5秒的时候掏他，5秒啊，5秒啊！罗哥，谢罗哥，还有10秒。9 8 7 6 5 4 3 2 1来了，干得漂亮！喊他 ，OK OK， 听到哥，停停停停停，谢谢听到哥，谢谢听到哥，谢谢谢谢。
觉得我惨了，死了，我惨了。谢谢听大哥。命运在你连麦的时候，在你连我那个乱斗的时候，正在连麦呢。我现在要跟你说一声，我怎么这个扣字啊扣不明白，完了就一打岔就没有。我寻思等会儿吧，一会儿连完麦了之后，我再找李哥再。我知道，我给你发，你不接，你肯定是有事儿的。不然的话，你一般都不会不接的，对吧？对。是的，我现在要跟你那个私聊说一下，完了，一打岔，粉丝一干啥就给那啥。我现在连完麦了，正好跟李哥聊聊天。今儿小年嘛，主要是想拜个小年儿啊。这李家军，我给你发匹配，刚才用啥呢？李家军兄弟们说，老大，你给飞儿说一声，给六九军团兄弟们说一声，小年快乐。我这个意思给你发匹配，你以为我真想跟你打一把？真想跟你打，我这点票。是，兄弟们这么说行吗？小年快乐，新年快乐，没毛病。还刷屏呢，行了，兄弟们都。感谢我喜神哥，谢。俺们都已经转达了，别刷屏了，哎呀。谢，感谢李家军的训练啊，谢谢李哥，谢谢我们喜神哥，也谢谢周峰哥，还有双之痕。你在哪儿现在？伤。在什么？在哪儿？你说住在哪儿吗？啊。我住在东北啊。你跟家人一块住吗？对呀、啊，就跟父母啥的都一起住。老大又到了尬聊的阶段了，行，你先聊着，给我抽根烟啊。比累，不能抽烟。啊，不能抽烟吗？哇，这没事，这么不违规。那个今年挺好吧？今年也挺好的、啊、挺好的，好就行，好搞笑行。哎呦呵，你那件衣服跟我这件挺像啊。哎呀，是差，好像型号都差不多呢，怎么感觉这型号应该是差不多。感觉我这好像穿细钩的都。那个你这个也是公的？我不知道你是公的母的。亲一个啊，亲一个就亲一个。哎呦我的天呀，双胞胎了。亲不着啊，这个。怎么亲不着啊，兄弟。哎呀，他这个只能就是说眨眼睛啊，张嘴啊什么的，或左右摇头啊，他不能太大的幅度。哦，原来如此。他就设计就害怕你亲，所以说就不行。我怕违规是吧？对，所以说只能幅度就这样做。我们改日再战。好，没梦，好，新年快乐，摇摇头。嗨，哎呀，这小虾吃一吃，来吃个牙，眯个眼儿。哎呀，嘚瑟，哎呀呀。谢，感谢大家 perfect 完美。嗨呀，其实应该唱一个这首歌，你知道吗？这首歌叫我相信你。小年开始了吗？再升一个点。这首歌我们就结束今天，我换一个特效，牛叉一点的。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世界等着我去改变，要做的梦从不怕别人看见，在这里我都能实现，大声欢笑手就能碰到天。
信自己，相信美好的明天。这首歌啊，杨坤安的一首歌叫《我相信》，送给大家。小年快乐！想飞上天。2019会更好，谢谢大家，也相信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越来越美好。柿子哥来了吗？把柿子哥抱一下。我看总能说柿子哥怎么没有在那个啥呢？没有看到呢？找找柿子哥。谢谢我们双枝哀伤，谢谢，晚上好，找找柿子哥。这是我卡住了吗？谢谢我们过客哥，谢谢回忆哥，七七我们的锦秋，还有钟明哥，还有咱家六个军团的每位宝宝们，谢谢大家。啊，这个就是柿子哥，我就在这找啊，我这怎么就没有找到呢？哎呦，看不看着？人家戴帽子都贴边，我戴帽子都空一块，是为啥呢？贴脑袋呢，是不是有戴发卡的事儿？牛扑！谢谢我柿子哥，小年快乐！哈，我宅起来也是。这给我带的天使的光环呢？因为啥呢？这是有仙气，对，可能是有仙气的原因。谢谢战狼哥，谢谢我听脑哥，谢谢头上长犄角。哎呀，我最近想把头发绞绞，等二月二我再绞头发，我的头发都那个啥了，太长了。看看，在前面瞅着没有那么长，在后腰的时候就长了。嘻嘻，长发及腰。我这不过小年，哎，那是明天过吗？我们这东北可是过小年。还有康哥，你们那儿过吗？这都是那个，还有我们的喜神哥、小金哥。小金哥那边不知道，哎，小金哥那边你们过吗？这玩意儿隔路哈，真没办法，这一天。喜神哥，没事的，你太见外了。我是歪果人。什么叫歪果人？
外国人是吗？哎呀，你别说，你一提外国人，我就想起一个笑话，就是看手机一个小视频哈，一个外国的爸爸和一个中国的爸爸。外国的爸爸带着自己的女儿去酒吧喝酒，喝得烂醉，完了把女儿背回家。女儿第二天醒来之后告诉女儿，以后可千万不能这么喝酒了，伤身体啊，一个人在外多不安全呀。你知道中国的爸爸看了之后也带自己的女儿去喝酒，寻思看看能不能效仿一下，完了好批评一下女儿。后来中国的爸爸就带着女儿去酒吧喝酒，完了之后给爸爸喝多了。你干啥呢？起来喝呀！你养鱼呢？我其实我讲的没有啥，没有意思。看那个小视频有意思。就是效仿，就是中国和国外就不太一样嘛，就是东北的爸爸啊，对，东北的爸爸和南方的爸爸，北方的爸爸和南方的爸爸也不太一样，这个是东北的爸爸吧？嗯呐，喜神哥早日康复，喜神哥怎么的了？喜神哥不问我吗？怎么样了？为什么要说喜神哥早日康复呢？我也喜神哥跟我一样吗？北方的女儿比较猛，那是相当的猛了，猛过头就叫虎了。为什么东北有虎，南方就没有南方虎呢？为什么叫东北虎呢？肺炎啊！哎呀，那你得早点休息，哎，那个喜神哥，而且必须吃清淡的，而且还得吃消炎药啊什么的。我以前也差点得了肺炎，就一门咳嗽。你咳嗽吗？东北有虎，有啊，华南虎，那不叫东，不叫，它也不叫南方虎啊，我们这叫东北虎吗？那边也有虎啊？对对对，好像是啊，华南，东北。啊，对。东北有飞儿虎，山说的。柿子哥，你改名我都不认识你了。你要说我就感谢，我都感谢半天了，你知道吗？我在感谢，我是双之哀神。你说我在这捣鼓半天，可别嘴了。就他们一门说换柿子哥，我就在这找柿子哥在哪儿。我还告诉场控老师找一下。有的时候我真虎，就不是虎哈，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特别的可爱的，不能说自己虎。今天就早点休息了，胡妞还不下，我心呀了。那个啥呀，你们给我留着点，今儿这周有周信啊，别乱跑，明天见啊，这周有周信可别乱跑，其实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抢一把气球周星，真的。我这从直播到现在最坎坷的就是气球周星，就我最想抢一把气球周星，
真的。就是这些周星里边啥都不惦记，我就一直惦记气球周星，因为至今为止我在这儿卡别卡的是最多的。咱能不能演一演，就到气球那关的时候，咱们来个气球，就是卯足了个劲儿，咱们来一回。赢过一次不行，这块就是卡，拿过也不行，就是没到没看着气球，就我记忆犹新，伤痛啊。看情况，其实我告诉你们，你们刷的礼物哈，我给你们转播，你们刷的礼物就是还有什么，你们刷礼物棒棒糖八张，这个就是啥呢，这个是提成是最多的，我不知道三毛是不是全是50%的，但是水果糖呀、威武霸气呀、还有这牵手啊、比心呀、这些都是，这个也是一毛的，还有下边这个屌啊、萌啊、哭啊什么的，这些提成都是40%，这些只有这些是50%的，棒棒糖八掌、啤酒还有啥，我不知道他们仨几个是不是，但是我知道啤酒和气球是50%的，但是真棒啊还有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三个都是吗？你好好直播，面包牛奶都会有的。其实我这里最近心态不是特别的好，就是真的，就是最近的心态也不是特别的好，还可以。Hello， 晚上好。也跟大家在直播间说聊会儿天嘛，就是我平时私下的时候很少沟通跟大家，就是聊天挺少的。最多的时间可能就是直播的时候跟你们唱歌是最多的，其实沟通的时间还是比较少的。我也其实有的时候想试着去跟你们聊天啊什么的，我聊就自己给自己挖坑，就是就说自己就跑偏了，就自己给自己挖坑，所以说有的时候很少去聊天，因为有的时候聊天你说真聊到那儿了，就是什么呢，他有的时候打脸，就所以说就不聊，聊聊就没话题了，抑郁症了吧。这个抑郁症怎么说呢，就是我这人气性比较大，但是有些东西想的还是比较开的。最喜欢你那个时候，真的哪个时候啊？基本上吧，我的生活里边基本上全是歪歪，没有不是歪歪，就是因为就像你们自己现实啊，上班是上班，完了下班的时候跟朋友一起去 KTV 啊，是不是吃个烧烤啊，涮个火锅啊，就是三五个姐妹一起逛个街啊，基本上在我这儿全没有。我不知道你们现实上了下班之后，要不就是跟聊会儿天儿啊，或者干点什么呀，就有个夜市啊都什么的，就有时候都去去，完了有什么 KTV 也去去什么的。但是我到你们玩的时候我都直播呢。YY 就是我的全部了。是的。就是你干什么，不是我静影就是当成全部，而是我去干什么我都会那个什么，都会，因为毕竟我手机揣着嘛，你有的时候逛逛街手机嘣响了，你拿出有时候看一眼，真的就真的这样的，就没有心情去买鞋买衣服，万一有事儿回家了就买衣服呢，来电话，哎小胖你上线看一下谁马甲掉了，哎你上线看一下谁骂人把文字进了，你再看一下，哎他给我发信息在外边骂人了，把黄码脱了，把那个什么什么脱了，就这样，你就根本没有心情去再去逛呀什么的，就是买也买不好，就基本上就没有心情，要不就是说谁谁谁谁谁怎么样了，要不这个样子那个样，我就不知道你们能理解不，你不会抑郁症吧，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抑郁症，反正就是我的满脑子都是歪歪。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对，现在都激动的心颤抖的手，耗子想连你，耗子连我干什么，我看一眼啊，还有多少个我们过真爱任务，还有100多个，完大家这样吧，咱们把任务过去吧，画成一个圆满的句号，小年没有过的上一下你们的战斗号好不好，130
哥哥，没有过的，完了包裹里边有免费的，看看免费的还有，免费的没有送出来的，把你免费的送一送。谢谢，你看我说一个就过一个，说一个就过一个。谢谢，心态我好。其实刚开始的告诉你，刚开始就像你们，就像这个直播这个东西，就跟你就是人，我觉得跟人生是一样的，就是刚开始步入社会的时候，你没有想怎么样，但当你慢慢工作的时候，上班了就不一样了，就是直播就你想把心态放好，但有些事情就你想是你想的，是你想的不一定是人家想的，就是你想好好的，你想干这样干，但是有些东西就是推着你走了，就是很多很多责任。还有100多个，我瞅瞅啊，看还有多少没有过摘任务，大家把摘任务做一做。没有能谁能保证天天好的心态，就像其实直播的心态就是你们现实生活中的心情，谁也没有保证他就是天天都有一个非常饱满的一个好心情，但是我尽量就是每天就是饱满的心情来面对大家，所以说很多这个心情呀还有这个情绪啊，我都会可能就在直播就这2个小时，其实我下直播我一句话都不想说，在现实我很少说话的。YY 是全部吗？差不多了，现实没有什么朋友，亲戚很少来往，就没有时间，人家吃饭喝酒啊，人家去聊天，人家打牌呀、啊、假如说的话，但是那你就得直播呀，那你不直播怎么办呢？也不是自闭，你没有时间去，你知道吗？人家朋友招你吃，哎，吃个饭呀，不行啊，怎么样？你下直播，可能以前刚开始一下直播的时候，哎，手机未接电话，谁哪个女朋友啊，说找你逛街啊，什么找你吃个饭呀，我们都在一起呢，来呀，或者同学聚个会呀，你打2次电话你都不接，那谁还给你打呀？就都说可能说，哎呀，你变了，不是我变了，而是忙的东西不一样。喂，还有84个，下方的一个包裹里边那个小桃心，大家那个走一走，好朋友有1-2个就好了。但是你相信吗？我好朋友基本上没有，就是说，就有的时候想歪歪受委屈了也好，生气了也好，我不知道去跟谁说。你说你跟谁说？你在 YY 上你跟大哥说，有的时候大哥不理解你，有的时候你说多了也，你要一个什么呢？一个正能量的感觉。就有的时候发个朋友圈，我有的时候可想抱怨一下，发完了之后我都会有的时候会删了。就是想的也多，本身我想发泄一下，不开心了，我在朋友圈我说一说不开心什么样，但是有的时候。完了等你发完这3-5分钟之后，完了你一看到这个朋友圈特有负面的影响，你知道吗？就感觉不正能量你还得删除了，因为你跟别人还不一样，就是这样。不能说的话，就话说多了就无意义。就像有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说发牢骚，哎呀，就像朋友之间起的可能有3个朋友，为啥呢？可能有3个朋友哈，现实是一样的，3个朋友，哎，跟1号1朋友跟2朋友说，哎，3朋友今天怎么样，其实就发个牢骚。等你跟2说，2跟3，哎，那天你怎么样，一跟我说什么，3听着就心里别扭。有的时候说多了没有意思了，有的时候并不是本意就是那样。其实现实生活中啊，网络上就是少说为好。我就是可网络，可是现实生活中我就口无遮拦，我想说什么说什么，真但网络上不敢说。我觉得有的时候说完了并不是你的本意，而且我觉得吧，哎呀，挺难的。嗯，关注的就是对，就像，就是其实说一个比较客观的原因，就像我要是没有做主播，就是正常生活，我想干什么，我吃个烧烤，吃个火锅，我跟朋友去 KTV， 我觉得都非常正常。但自从我当了主播之后，这些东西都不去了。
就是你一旦去，哎，我去 KTV 了，我去就吃烧烤吃火锅，跟朋友坐一起了，哎，就很多人就会说不理解你，你知道吗？你就是一个就是公众人物，你就是一个形象，你就不能有一点负面的东西，就很奇怪。哎呀妈，这怎么怎么样，这大半夜这呼朋狗友，你不知道什么，就是就像明星一样，明星跟这个出去吃个饭，指定他俩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很多就是有一点变了，有一点变了，但是不会呀。那你说明星他们是处对象也好啊，为什么就狗仔队呀，什么这个就俗称说他们说记者呀、狗仔队呀什么的，有时候为什么就八卦他们呢？我就有的时候以前从来没有理解，我后来我觉得哎呀，明星好辛苦啊，很多无奈的。哎呀，关了视频跟你们说吧。哎呀，对，我都成明星了，欢迎林德哥，小年快乐，林德哥。